阿阿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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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好，请翻丈，下面回答一些问题。请问，修行八颂是真谛还是俗谛？与自力圣道的区别是什么？修行八颂啊，呃，在。 通途大乘法门的修行当中呢，呃，属于真谛。就朗日堂巴造这个修、呃、修行八修行八松的时候，他绝对不是按照俗地来造的。对他们来说就属于真谛。但对于本门，对于我们净土门的行者，就成了俗谛。那为什么这样呢？因为所谓真俗二帝啊，俗谛呢也叫世俗谛。 它主要是，呃，就现象界来说明的。那真谛呢，是指啊、呃、真理、真实谛，是就呢真理这个层面来说明的。那么各宗对于真俗二谛的解释呢略有不同。那以净土们来讲，所谓的真谛就是往生之道，就往生极乐世界。 这属于真谛。那么俗谛呢，就属于处世之道，在这个世间怎样和啊众生相处？这处世之道嘛，这就称为俗谛。那如果以四圣谛来讲呢，苦集灭道，苦集二谛就属于俗谛，灭道这二谛呢就属于真谛。那我们净土门讲说过了，我们真谛。 就是往生之道，真谛唯在念佛，只有念佛才是真谛，真谛门。除此之外，所有一切都属于俗谛。不管你读《华严经》《金刚经》《法华经》，什么禅密这些，这一切修行方法，来到净土门里边，统统属于俗谛。那怎么就到净土门就成俗谛了呢？因为我们这样的根基。 这些在他上更励志的人修行能成为解脱的啊、呃、正行正因，对我们来说我们做不到，你顶多只能修一点人天福报，那对你来讲你靠这个能解脱吗？能够达到真理彼岸吗？你达不到，你顶多是在世间给人家修一点人天福报，所以再怎样殊胜高贵的所谓真谛解脱的法门到我们身上。 根基的缘故，就变成了，呃世间善法了，都变成人天福乐了，那就成了呢世俗地了。那同时，因为念佛法门的高盛。靠佛的果地觉为因地心，所以我们唯一的，呃，真谛法门就是念阿弥陀佛。由此一法，盖过一切法，好像太阳的光出来，所有的光都看不见了。所以圣道法门的真谛呢，来到净土门里边。 就如同降格了一样，成为俗谛了。我们在这个世间是以往生念佛往生决定成佛的身份，随缘地济呃这个有缘的众生。所以在这个世间的生活当中，比如说我们的修行八颂，这所有这一切，我们并不是靠这个，你靠这个解脱，我们并不是靠这个的，你也靠不住，你也没这两下子，所以我们都不靠这个去呃往生极乐世界，我们是靠念佛往生的。那这些为什么要做呢？就是因为念佛往生。 念佛往生就定下来了，在娑婆世界怎么跟人家相处呢？就应该示众如如意宝啊，应该呢是己教众皆陛下，应该恒常心怀真爱情，恒常尊他为最上。这些呢都是我们应该做的。那能做到多少就算多少，你也都不能做那么圆满。还有问，这个八送不是难行道吗？这么难？ 我们念佛了，干嘛要修这个呢？这八颂不是南行道，因为所谓南行道、一行道，是你作为真地门的时候才这样。这八颂作为大他们修行、作为圣道门的修行，它属于南行道。对我们来讲，不是南行道，我们还是一行道。我们是看着人家走南行道，那怎么对你怎么叫一南行道呢？就好像坐了飞机上，我们坐飞机是一行道，看着人家在地上走路呢。 你看着他走路，就代表你走路了。哎呦，我不能看，我看了我就男行道了。他在那爬山，他在那过河，你看他是男行道。所以对我们，因为我们是靠念佛往生，对我们不存在。我们读再多也不是男行道啊。说专修念佛何必如此？凡夫根基何堪？我们专修念佛就可以了，干嘛这样做？我们根基咋做得到？这个都是懈怠懒惰的人。 专修念佛必然如此，因为弥陀佛恩浩荡。你专修念佛的人，你自然就会走走到这个，自然就会走到这个，呃，修行八颂啊，这个相应的这些，因为出光柔软嘛。这不是说凡夫根基的问题是，是、啊、阿弥陀佛恩非常浩荡。说弥陀如何为我，我便如何为人；弥陀如何爱我，我便如何爱人。那你不是自然就要这样做了吗？你能说我自己把自己高高高的放上啊？你肯定你要低低在下啊，视重如宝。 因为我们都说过了，哎呀，只要大家念佛都能往生，这不是如意宝吗？你不念佛将来也要往生，那你不还是如意宝吗？你迟早总要往生的。究竟有不闻，是不成等觉。还有人讲，这修行八诵读起来虽然向往，但是呢，呃，心里虚虚的，做不到，时进时退，那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就这么办，虽不能至，心向往之。 时进时退是正常的，啊，进三步退两步，这个正常。那念的少了，继续念，反复念，念一辈子。说念了我我累了，你也累了，歇会儿。那个说不想念了，不想念，歇会儿啊、呃，歇好了再念呵呵，不然你干什么呢？你说修行到极乐世界，阿弥陀佛给你承包了，你说你在这界上干什么？没得，没活干了，你就就就干这个，对待爱人家爱自己，互相爱。 还有人问智慧和慈悲体用的关系，哪个是体，哪个是用？这个自自词佛来讲呢，悲智圆融啊，慈悲当下就是智慧，智慧的当体就是慈悲。但不过就我们众生这边来说呢，从法门呃相应来说，圣道门是智慧为体，慈悲为用；净土门慈悲为体，智慧为用。 那么圣道门如何智慧为体，慈悲为用呢？他如果没有正悟我法二空，没有这个般若真智的话，他慈悲心起不来。所以他一定是有得到智慧之体，然后呢展现出对众生的大慈大悲、怜悯救度。所以这是慈悲为用，哎、呃，他有这个作用展现出来。那么净土门呢，慈悲为体。 阿弥陀佛救度我们是这这个呃纯粹是以慈悲啊来救度我们。那么这种慈悲呢，是由无爱智慧在当中的啊无爱光。所以如果以名号来讲，无量寿就是为体，十二光或者无量光这是为用。那么这个用，它是智慧所展展露出来。比如说阿弥陀佛光明遍照十方世界，念佛众生摄取不舍。 这个光明社区不舍，它是智慧之用，光明者智慧之相也。那么它是体从哪来呢？就是无量寿为体。所以从名号来说，从我们净土法门来讲，呃，都是以慈悲为体哈。那还有人问说，往生顿住，说八苦越慈，娱乐越悲，为什么修行八颂刻判说修慈娱乐修悲八苦呢？ 就关于慈悲的定义和解释，在不同的经教当中有不同的解释啊，这两种都有啊。我记得上人写过一篇讲义，具体哪一篇啊？大家可以查一查，就说罗列出来，呃，或者呢，以我们现在讲的，就是慈就是娱乐，悲是拔苦，多方面的这样讲。那我也用这个来说明。那么也有的少数一些经论是以慈是。 啊，八苦悲是娱乐，这个都有圣教的依据啊，都可以，都可以用的。好，下面来问了，怎么理解应以和声得度者，即现和声而为说法？这个还真的不太好理解。他怎么理解呢？是弥陀现了我这个身来为,为我说法吗？比如说，我学佛之前很健康，学佛之后总生病。 是不是弥陀现了一个生病的我，让我来感受人生是苦，来度化我呢？以生病来作为我处理的增上缘，啊不不是这样。那我们前面说过了哈，我们念佛，我们凡夫呢叫真妄和合，就既有佛性，有充满烦恼。佛性是真，烦恼是王，妄，但是我们真妄和合分不开。那么念佛呢，这个名号它是跟烦恼不相应的。 它跟佛性相应，所以它会呢，呃，触动我们的佛性，会启发觉悟我们的佛性，会把佛性呢跟它感通，所以让佛性的力量，因为我们佛性被烦恼盖住了嘛。那么你念佛之后呢，会把佛性的这个正能量啊，这佛性的这个本身的纯净的功能呢，它会把它启发，会引动它，就好像这个磁铁大磁铁来吸这个铁一样，它会把它的磁性给它感发出来。 所以，我们一旦念佛，我们佛性的生命呢，就慢慢觉醒，慢慢觉醒。那么，烦恼呢？我们一一开始是抱着烦恼很不放的，佛性根本就不知道，所以整天过烦恼的日子。但念佛之后呢，佛性就慢慢的就是轻轻者上升，然后烦恼是着着重者下下降，你就分离了。这样呢，你一个我原来是抱定的烦恼我，现在就觉醒了一个念佛的真我。那么，这个念佛的我就是阿弥陀佛所化现的。 这个念佛的我来度化你这个烦恼的我，就是现出念佛这个真我，这是迷途的化身。因以和身得度者，你就这个人。你说谁能了解你啊？谁能比你自己更了解你自己啊？谁能有比你自己更能包容你自己啊？那么这就是呢，你和身得度者？因以和身得度者，即现和身而说法？一般的解释就是说，菩萨来度众生，那么观察你的根基，你这个人就喜欢那个听当官的。 所以啊、哦，愿意听当官的这个根基，就现一个宰官身来度你啊，你就听了，你就解脱了。那么还有这个人啊，这个人他喜欢要孝顺儿子，就这样能度脱他。好，因以孝顺儿子得度者，那我佛菩萨就现身做你的孝顺儿子来度脱你。这是一般的解释。那我们念佛法门呢，你说是你说指的谁是孝顺儿子？是阿弥陀佛变化的？不看都各个都是烦恼样吗？ 阿弥陀度我们是一对一的关系，是在你的心中，是现着你这个样子来度你。所以刚才我们也引用了《往生论注》里面所说的话：“如来净花众正觉花化生。”我们念佛被称为人中分头利花，这人中分头利花就是阿弥陀佛的化身啊，就是阿弥陀佛救度的功能在我们身上的展现。 那么，这个称为如来净化众清净分陀利花的这个大众，这从哪里出生的呢？正觉花所化身的，正觉就是弥陀，他的正觉功德就是阿弥陀的本身，所以正觉花化身，它代表就是说念佛人是阿弥陀佛的这个功德在你身上的展现，也可以说是弥陀的分身。那么，这个不是指那个烦恼的我，这只是念佛的真性。若我们人在这世间，你还吃喝拉撒睡。 念佛的我是不会、啊、不要吃喝拉撒睡的，他只吃阿弥陀佛名号。那你还起烦恼？念佛那个我是不会起烦恼的。念佛的我充满了爱心啊，充满了光明。但是呢，因为在我们凡夫来讲呢，你还是只知道你自己。他的任务就是照顾你，你是叫妙莲，就要照顾妙莲。因为就是他最了解你，你的生生死死、身身世点点滴滴，你的痛苦，你的任何一切，这个念佛的你最了解。 当下起烦恼了，马上得关照到，哎呀，别起烦恼。所以这就是佛啊，这个呢，呃，就这么借这段经文来说明吧，这个、要大家去体悟，不要抱定那个说那个烦恼的我就是我，你抱定他干什么？那个是死人，那个就是就是傀儡，那个就是祸害，那个就是业障，那个是你要照顾的对象，他怎么是成了你了呢？真是，我都搞不懂，他怎么成了你了？ 你抱定他干什么？那是假的，对不对？你不要抱定，抱定那个就没日子过。你就是念佛这个才是我们念佛人嘛，你又不是烦恼人，念佛人，啊，这个念佛的这个身份才是我们的真实身份，这是我们的本来人。这个烦恼的人是个假人，但是现在还没甩开，那么你就要照顾他，只要他活一天，你就照顾他一天。他有死，他有烦恼，他有这个整容这些正常的。 你对他也要慈悲一点，要宽容一点啊！你这个念佛的，我觉醒之后，你当然就会照顾他。那我们自己有这个能力来照顾他吗？我们没有，这是靠阿弥陀佛六字名号的功德啊！名号正觉花所化身，这就是平时业成，不等待到极乐世界在正觉花化身，在这个娑婆世界，你但念弥陀名号，莲花光荣，这莲这个莲花就打开，你这就。 这个就平生业成了，就是三十二相八种好，在你心中就展现出来了，怎么不敢承担呢？在往生的助里说，凡夫在烦恼泥中，为菩萨开导，能生佛正觉花。我们的烦恼泥当中，但是呢，观音菩萨的开导，你阿弥陀佛啊，你能生出生出佛正觉之花，是分陀利花，这是念佛的真我，这是弥陀的分身，这是弥陀的化身。 又说呢，同意念佛无别道故，远通佛法界之内，皆兄弟也。是你那个烦烦恼恼的人跟法界成为兄弟啊？不可能，就那样子不要埋汰观音菩萨了。这是念佛，同意念佛念佛的缘故。念佛人，这个本来真实身份，观世音菩萨说的，我们是兄弟。你有五种驾驭，五种驾驭是说你这个烦恼人吗？是说念佛之人，人中好人，人中妙好人。 人中最胜人，人中稀有人，人中上上人。他没说是烦恼人，是人中是妙好人，不是那回事儿。所以这一切都仰仗了弥陀这个名号的功德。这还有人问，这人问的呢，我就不太理解他怎他要问什么。他大概的意思说呢，我因为做了圣境界，以圣道门，然后又讲的净土门，净土门也很殊胜。其实这个修行八颂，呃，境界也很高。 那如果我们会不会有人曲解误解了？说在念佛的高座上几棒圣心，贬低他宗行人。你们觉得念佛有高座吗？没有，念佛只有低座，没有高座。你最有甚至凡夫旷劫一来长莫长寿者，无有出力之源。下下品坐上。<laughs> 念佛还搞高座了，你一上根利志，那别念佛了呀。所以念佛我从来也没觉得坐高座，都是低座，怎么会跑到念佛高座上去了？ 那如果坐在在法这个这个立场上，坐在高座上，那讲，呃，把其他的法门说低，那也是正常的，也应该的。这就是赞叹这个法门，为什么？因为往生论里边说，天人丈夫众恭敬绕瞻仰，如须弥山王甚妙不过者。你赞叹阿弥陀佛这个法，就是如须弥山王甚妙无过者，没有哪一个更比他更殊胜、更尊贵。 那你当然要赞叹阿弥陀佛，这赞叹佛是赞叹不尽的，十方诸佛光明所不能及，阿弥陀佛光明最尊第一，诸佛中这个之王也，光明中之极尊也。所以大家不要搞错了，如果你骄慢认为自己了不起，那这就是骄慢；如果你赞叹法门，那你就要赞叹彻底，不要赞叹法门又不敢赞叹，自己还假谦虚，这个就完全叫颠倒。 或者把自己抬得很高，我把法门搞得很低，法门哪里跟你开玩笑的？是这么说，就这么说，你自己心里边不不不平衡，不平衡也来学，呃，这个念佛法门是给大家共同学的，所以这个一定要如理思维。那么有些人听到这些话，呃，会不会有？也可能会有。那么会有什么原因？那我们就不讲了吗？我们还要讲，要大讲特讲，一定把它讲的讲过来，他也他不正常。 没有正思维、邪思维、乱思维。你比如禅宗的讲空性，那有的人就堕于豁达空。那么，那我为了让他这样，我就不讲空了吗？一定要讲，要讲如实空、中道空，要破你玩空和豁达空。哎，讲的把空要讲透。我们这个法门，佛的慈悲一讲人家错误理解，我们不就不讲了，就不讲了吗？讲。之所以他误解了，他邪思维是因为讲的少了你。 你讲多，你天天讲，他就，他到时候他他与人就是有从从众心理。你现在只有三个人讲，他认为他是多数人，他觉得他就是有真理，他认为真理就人多就是真理，哪有这道理？好，你天天讲，全世界人都这样讲，他吓得就不敢讲了。所以他说我可能错了，这些人就是随大溜，他认为那人多他就对。我们这些人叫，彼住众生不能自救，何能救他？唯我一人至度无虑。 说这个真理的话是看人家眼色吗？说他画了一幅画了一幅画，这画好看不好看？问了一群瞎子，瞎子都说一摸平着溜的，说不好不好。然后在画上面搞一泥巴一涂，瞎子一摸，哎呀，有包有坎儿，好。<laughs> <laughs> 这真理还要投票啊？还要就是人多，这不在于是人多人少的问题，对不对？你一个明眼人，一万个瞎子讲的话，你都可以制毒无驴。 对对为什么他们眼都闭着呢？那他们，你还问他这个花什么颜色？他说黑的。哦，这这一万个人都讲黑的，可能是黑的。那你的眼也不咋地。对。<laughs> 他一万个讲黑的，你就笑一笑。<笑>黑的吗，老兄，把眼睁开一点。哎、啊，睁开了也没用，搞绷绷大也没用，里边坏了，里边坏了，睁再大都没用。眼儿没没没亮。 所以讲弥陀慈悲救度，哪有含糊的？哪有说看人家脸色、听人家那个没那回事儿？都听释迦牟尼佛、听阿弥陀佛的，这绝对性的声音，不是以凡夫这个哎呀，做梦里面在那边讲。所以有人曲解，有人误解。我们不是以人家的嘴巴讲，嘴巴一歪，我我们就开始改变我们那个。哎，你说碰到一个疯子，你怎么讲，他都按照他的逻辑的思维。 然后你给他讲多了，你也按照他的话讲然后就那不行，这怎么讲话对不对？你要按正常讲，要么就别讲，要讲还讲正常话，这就是这个颠倒众生、迷惑众生，脑子就是思维都是混乱的，哎，都是没有正思维。那你当然就要只讲这个正规的佛法，讲多了他就会清醒，哎，他就会正确的理解，他就要变成正常人，这就好。说这个基榜圣心。 贬低他宗行人，这个安说也不会，为什么呢？就好像你，你不会种地，你不会吃，不会种地，不会收庄稼，不会做饭，不会当厨师。哎呀，这个来讲种地、种庄稼、做饭，这这难行道。我这难行道只能吃现成的。好，然后吃现成的饭。你吃现成的饭会诽谤那个厨师吗？那现成饭从谁谁做给你吃的？你吃了现成饭，你不要感恩这个厨师吗？ 我们能够吃现成饭，搞一行道，那不是法藏菩萨修的南行道？他修好了，搞平了吗？你怎么会讥绑他呢？我们这赞叹、随喜、感恩都来不及，怎么会你你啊？你自己不会做饭，人家做饭给你吃，你反而讥绑他？他这有这道理吗？这就是要邪思维，这不是典型的邪思维吗？啊，没有这道理。所以我们自己因为修不来南行道，法藏菩萨修好了给我们，这一切圣道法门的大修行人在修我们。 赞叹、感恩都来不及，怎么会贬低呢？好，底下呢，嗯、呃，有人说我好像就是要平衡其他宗的人对我们净土宗的误解啊、呃，认为我们有不不修行别的，只是念佛，所以呢，呃，现在时节因缘到了，要做这个圣净节，不是这样的啊，是我们本门修行的必须。 是我们本门、俗地门的必然的一个展现。我们讲这个法门本来就是完整的，是没有任何的缺陷的，是阿弥陀救的法门。我干嘛会以众生的心他这样讲，我来修修补补？咱这个法门本来就圆满，有什么要修补的？有什么要平衡的？我不，我不做这些事儿啊！大家也不要做这些事儿。我们弘法就是以祖师的传承，以三经的教典，你正常这样讲，不是听人家讲啊这样讲我就改变，不要听这样的，就以。 单独从法来说明，这样呢，就是呃，不是修修补补啊，这是我们净土门、俗地门本身的需要。然后他说呢，呃，师父讲了修行八宗以后，可以融会诸宗，让圣道诸宗的行人不再来说我们净土法门只是念佛，这样我们就倒牌子了，我们就倒架子了，我们净土法门就是只是念佛。 人家越是这样说，我们越就对了，说明你也没搞错，人家也没认识错。你要会听，我没有在念佛之外讲修行八颂，还不是念佛吗？这苏地门嘛，哪有哪有错的呢？所以大家也知道哈，如果有人说我们只是念佛，只会念佛，这是赞叹我们没错。除了念佛之外，还有别的吗？阿弥陀佛名号功德、素满足功德大包还不够吗？ 太阳光一照了以后，还能看见日光灯的光吗？对了嘛，当然就只有念佛，只是念佛。我们净土门就是这样的嘛。这一切修行八送是念佛功德里面所派生出来的，派生出来里面他都信佛，他都是阿弥陀佛的子孙，他不过穿了一个修行八送的衣服，怎么就不是念佛了？底下问：虽然学佛念佛了，也学了修行八送知道不该起烦恼。 但是遇境逢源，还是烦恼不断，如何处理？一个法义不够，第二个思维不深，第三个苦的还不够，苦够了你就不愿意苦了。第四个时间还没有到啊、嗯，对吧？那你果还没长熟，你在学习，在用。我们毕竟是初级的，在学习当中，你有苦恼不正常的吗？那怎么办？就像刚才一样的剥离，用念佛的我。 来照顾烦恼的我，你就保证觉得还有事儿干，还不失业，啊，还还还还可以，日子还可以过。你这没有剥离，你就捆在一块，认为那个苦恼的就是你，那你就苦了。这样也行，也能往上，没有问题的啊。别人伤害不了你，伤害你的是你自己。这句话对吗？对。别人能伤害你吗？比如说，别人说一句话来、哎、气你，我就爱气他。 他气你也要你同意啊，你不同意他能气着你吗？人家气你你不接受，他乖乖自己用。所以说你苦恼的都是自己家的嘛，自己家自己的苦恼。想来想去，想来越想越苦恼。人家讲话的人已经睡着了呢，你还在那三更呢没睡着，半夜三更就他气我，你还怪人家。你只要只要这样认为，这就是佛法的政治正见。万法唯心，一切的境界都是我们自心所感。 你必须为你的人生负百分之百的责任，你不可以怪任何人。你这样才没有退路，你没有退路才可以乖乖投降。归命阿弥陀佛！对呀，不要说我们的幸福捆在人家身上，这个是太没有志气。要捆倒可以捆，倒是可以捆一个人，对吧？你就是把幸福钥匙交给阿弥陀佛。 你捆在他老人家手上，他保证给你保管的好得很，不会丢掉了。没点药，随时拿出来，捆绑在阿弥陀佛身上，这太棒了。请师傅开示，在 QQ 群、微信装修群遇到别解别行的人，如何践行修行八颂？如何践行？啊、不是一样的吗？在哪有什么区别？修行八颂里面说，恶人、世间人、被恩的人，这个恶劣众。 嫉妒重，你都要对他视为如意宝尊重。人家别界别行的人还在修行呢，你干嘛也要对他也是一样的？这到哪都一样。在圣道门群里边如何与他们相处？这个我们开车的时候，如果初级学开车障碍太多的话，这车不好摆弄，那怎么办呢？还是先那个大平路好开一点，对吧？那所以我们初学。 你最好不要到那个圣道门那个群里边去招摇，你就在专修念佛群里边，这大屏幕各个的好人，在这里面亲近同门善知识，养呢，把你个搞得、呃、练得几乎不错了，再去偶尔再摆一个桩，不要摆两个，左边摆，右边就不要摆，好、啊，再看差不多了，两边摆上。你要有了两下子，没那两下子就躲在这个专修念佛群里边，你呼吸念佛多好啊，多透啊。好、哦，这还有一个问题。 凡是抱着吃亏的观念，行不行？当然行啊。不过吃亏前面有一个字叫“肯吃亏”，这个“肯”字非常重要。就是说他非常喜欢吃亏，他自甘情愿的吃亏，他肯，他乐意吃亏。不是说，哎呀，你们师傅你叫我吃亏，我也不也要我帮你师傅吃一次亏吧。为 <laughs> 说阿弥陀讲的要吃亏，那我就吃个亏，我就这样行不行？你肯吃亏还问我行不行？就看来他没有肯，他又问了。 我性格比较开朗，我工作之余呢，有时候也想去做一点利他的事。但是有人说，女众，看来这个提问题的是个女的，女众要内敛，要内藏，不内敛，你做事呢就消福报。对此，弟子有点迷惑。他想去做事，人家说要内敛，要内藏，他可能比较开朗，你这样的话消福报的。 如果啊，真正的发心利他，只会增长福报。性格开朗不代表叫小福报，性格开朗还能增长福报，让大家都快乐，对不对？不就好了吗？哪有性格那个得抑郁症的人就能增长福报啊？<laughs> 但是我们虽然这样做呢，不张扬，啊，不高调，不自养己德。你只要不自养己德。 这就属于内敛，并不说不干事儿，说不开朗，得抑郁症就叫做内敛，不是的，你不要自己张扬，然后这个追求名利心很重，这呢悄悄摸着做，啊、呃，发心真诚做，这就叫内敛。这个内敛，不管男人女人都需要，并不是女人才需要内敛，对吧？这就是阴德，男的女的都要这样做。有学员反馈。 去了学了修行八颂，比以前单诵念佛人每日诵念思维更加找到了落落脚点啊！这个就是有正思维是对的，因为你以前你专门读，没有详细的大家共同学习，没有详细的思维，就有点飘啊，就有点就是没有落实下来啊。希望呢，你可以顺着这个劲儿，进一步的落实在生活当中。还有一个问题，我回答过二十遍了。 今天回答第二十一遍。关于成佛超越因果，请师父慈悲解释一下：成佛了不受因果。我们在极乐世界成佛，再回到他方国土度,度众生，还有因果吗？如果没有因果，释迦牟尼佛成佛了，为什么娑婆世界还受提婆达多这个推石头砸上佛的脚趾呢？释迦牟尼佛在娑婆世界啊，也够苦的。 提婆达多来一下子，啊，金枪马卖也搞一下子，然后呢还生病，啊，在双树林的时候，呃、这个涅盘之前还吃了这个呃不洁净的带毒的食物，然后最可悲的是释迦牟尼佛最后还死了，<laughs> 那不跟凡人一样了吗？那成佛有啥意思呢？还有生老病死，说佛你自己都讲的，你的教法是要解决生老病死，的，你也生了。 你也投胎了，你也老了，你还生了病，你也死了，你不是些假话骗我们吗？哎，在大家也知道这个释迦牟尼佛来到娑婆世界，你听说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有吃了那个带毒的食物了吗？极乐世界有提婆达多跟阿弥陀对着干吗？在极乐世界，阿弥陀佛去化缘没化着，搞那个马卖，没吃着吗？ 是因为释迦牟尼佛来到你娑婆世界，你娑婆世界入乡随俗，你们搞这一套，释迦牟尼佛没办法，怜悯我们，这叫示现。释迦牟尼佛他烦得着，他也生老病死吗？他示现你，示现给我们这个色身不洁，在这个地方都有生老病死。你看我成老佛都有这样，我成了佛还这样呢，何况你们没有成佛？这就是来示现的啊！就像那个，呃，这这这这个。 卖个产品的，教你怎么用这个产品。你看啊，这这这地方你要打滑一闪，他那个人需要闪一下子嘛？为了说这个防滑垫，防滑垫不能防的不会闪，他故意闪一下子啊，这样就防住了。这、就是故意表现给你看，那说明这个产品的作用。是释迦牟尼佛讲这佛法说，你看成了佛了，你看这个因果报应在娑婆世界就是有的啊。咱们怎么样？这叫示现，叫眉毛拖地，老婆心切。 我们到极乐世界成了佛，到他方世界度众生，那你可以随缘实现，你随便实现度谁，你虽然示现成为长者也行。你到那个世界是入乡随俗，那个世界如果都是瘸子，那你去也是这。<laughs> <laughs> 然后你实现之后就讲：哎呀，我某生某世在哪个地方呃种了一个什么因，我对佛不恭敬，我就怎么样？你看现在我也跟你们一样瘸了，那都是视线，讲了一些就是如梦如幻的话。 这个都可以讲的，为什么以他为自，以自为他？佛成了佛了，本来一切无我了，不妨这样说说。好像到了个瞎眼世界啊，眼也连续也,也,也是瞎子，嗯、然后又实现了啊！我某年某月某日，因为在佛前把灯搞灭了，现在我也得了瞎眼果报。你们要注意，不要得瞎眼果报，呵呵这都要入乡随俗啊！到娑婆到这个五浊市世没有办法，不是这样讲你们听不懂，都讲佛讲的话，你听懂吗？ 所以释迦牟尼佛来到娑婆世界，就要示现众生的样子，就是我们这样子的，哎，他来教你这样的人怎么怎么怎么好，这样阿弥陀佛。